走啊，干啥去啊？走啊，你跟我走就行了。我给你准备点惊喜。热天。哎呀，我给你准备点惊喜，你跟我走。走。惊啥了？惊吓吧，我不去。惊喜，惊喜！你看，真是。你说干啥？你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惊喜是啥？拍视频，视频报，我的惊喜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没有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人生对我来说。哎呀，不是，不是你，你知道你看你。你什么年纪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什么年纪？你还单身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别说我年纪。走。好热。哎，不对，这这边场景不对。你俩干嘛呀？不是，干嘛呀？还有什么？这哎呀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们就自我介绍，哎，自我介绍也行，这样。你想控制点儿，我控制不住这性格啊！啊，正拉着啊啊啊！你在路上。哎，萌萌萌，欢迎你到光哥这儿来。这个昊天招死的这个，这是小菊花。反正就太多野花送给你。走，给你加点黄金，你看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也心不乱。血那能还能吃吗？换一块吧。你这块没有。这是我得给他。你坐下吧。我得保我坐。走，这是干啥呢？我这个毛病啊，真是我啥时候能改的呀？整瓶吗？我想吃西瓜。你俩上架给，得过去玩会儿去。你俩上我这直接上我这儿玩。这玩意儿账，你看看你爸是个账目啊。坐哪儿？有的肚子咱，坐哪儿？快坐哪儿？那边去。西瓜老香了，比看见安东啥还。哈哈哈哈，看啊，这是安东罗莎准备的菜，我们人还没到，菜都准备好了。这些都不是重点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这才是重点。俄罗斯大啤酒几度？这个镇完的。哎呀，管他几度呢，就是为了醉嘛，度数高点不更好吗？再来一题啊！来，先放这儿，来，不够，再来一题，哎，那是给人那桌的。对，没事，你来放了，你姐放完一会儿拿过来。哈哈哈！哎，安德鲁说那是给人那桌的。哎呀，管他呢，一箱不够，干嘛吧？你这啥能够吗？这是给我准备的吗？那必须的，你看谁来了啊？河里还有放冰着呢，河里还有凉着呢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你控制一下自己好吗？有点太放飞了。人家给你准备两箱啤酒，不是说上面是给我的，下面是你俩的吧？对吧？你认识吧？啊，你自己喝一箱啊，我们俩喝一箱。还是那虚的，干倒呼噜贝尔了。真是啊，我也闹别的呢。喝酒这功夫就扬一扬。看不起西部人呢？没有，我一直觉得包头人强。哎，是吧？你来到我们呼伦贝尔这一块了，是吧？大草原。哎，我一直觉得西部人挺能催的，但是你这一催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来。我没催，我是正常唠嗑，没不是四五八斤交啊。有点儿。你多高？我183。你多高，木木？170。你哪年的？92。你哪年的？93的。多大？我这么大、啊？不是，你们说的是哪个部位啊？我没有，让我走。你俩不对，我想让你们认识，互相相个亲，这成什么了？先喝。你让我俩干啥？马上。不是坏法子吗？先喝到什么程度，全看酒喝多少了。哎呀！咋回家？媳妇回家了。不是，哇！你
这啥情况啊你这？这老欺负人，这干啥呢？起来。人家是别让我们东部人，人家是姑娘，能跟你能同比吗？西部人很能喝，你不要挑衅西部人。是姑娘，忘了。哪部？我都姐妹，这干就完了。来，啊，哪部？这还拿那个呢你啊？哪部人？你不知道你是在主要目的是啥？啊？主要目的是啥？开心吗？有这个就开心了。啊啊！别喝。来。我说我屋内包门了，行吗？那我先回去。不干了，不干了。他说我西部人，他说我西部人。这别走啊！他说废，完犊子！